因为他被勾到，他没办法大翻，勾子勾住了，没办法用大翻。哈哈，米妮，我要吃你！救命！哎呦，滑倒！多亏平时有在看主播的精华，前几天去女仆咖啡厅，刚才有跟女仆聊到 DVD， 不是他，人家有玩 DVD 吗？不然你怎么会跟他聊这个？他如果没玩，他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在说什么之类的？还是他也是拿着刀的其中一个杀手之类的？小英是这样削的，所以他已经在这。The box, you opened it. I came. 不知道为什么在女仆咖啡厅玩 DVD 听起来很像是什么狗油哎，听起来好好玩哦。哎，完了。哦，我刚追的那只不是猎物哦。他先死的，他非常不喜欢感恩会一直叫，什么意思？不喜欢感恩一直叫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他先提有没有知不知道 DVD 之类的话题，对不对？那很好哎。运气不错哎，找到一个有话题性的 Mado。You summoned me, I came。哎呦，这个人的那个两拍每次都骗到我，我已经被他骗两次了，好烦哦。欸，我最后要放的时候变红的，好像是我动到一下还是怎么样。其实这个钩子好像没必要了，直接移就好了。噔噔噔噔噔，那请问你去咖啡厅点了什么餐点 ？I came。你有点某啊蛋包饭吗？带好吃，完了，没玩好。那他有给你帮你那个圣代，就是那个会让圣代变好吃的魔法吗？有在你的圣代上面用番茄酱画图吗？不要在圣代上面。淋番茄酱好吗？哎，这个没，完了，过头。撞墙，那你完蛋嘞！
I'll tear your soul apart. 我想到奇怪，欸，这关的盒子的 bug 改掉了，没有出在门口了，出在马路上，出在路上了。猎物，太阳里。因为他被勾到，他没办法大翻，被钩子勾住的人没办法用大翻，所以他就只能慢翻。后面还有一只，还有一个手电，还想搞事。啊，我这个有勾到他吗？为什么他是三条？三条不是被勾到吗？这我明明就没勾到他。噔噔噔噔，完了，被拉开距离了。走超快的，灯笼到底加多少跑速啊？走超快的，哇！直接跟他道别嘛，你去睡了，晚安啊，萝莉控，晚安晚安。把对面GG的呀，不太可能赢的。等起来。这居然来不及，他有百折啊，应该。我大概知道最后一只的位置，宝贝扭掉，大概知道最后一只的位置。他还在解盒子，那不是完蛋了吗？
搞哦，搞啦。张宇，感谢六个月，感谢徐静。我决定我要来去玩 HiFi 了，去玩前面那个游戏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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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TK.exe 降价啦！盗版外挂轻松入手，就趁现在。还在受到还敢站起来啊？啊！装点外挂。哦哦，他刚刚还想飞，还好我把他拽下来。他刚刚差点飞起来，完了！他作弊，他作弊！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 TK 点 EX， 现在加入每个月只要77块台币，立刻订阅 TK 破产 TK 点 EX， 不必再用法令看综艺，你也能是 DDD 炸鱼高手 TK 点 EX。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